确定我们生命中注定。你信这个吗？我信，我很信。你想我去上海找你吗？想，来吧。那我说想你就会来吗？想，我在乎的人都在这儿。所以还是看你自己。看我自己 ，OK。心之所向，如果我想你也想的话，那必定能达成。嗯，期待吗？嗯，期待。Trust me。你确定我们生命中注定？你信这个吗？我信，我很信。你确定我们生命中注定？我跟他的相遇真的算很天注定，我们就是不会特别去跟对方说话，但是又会莫名其妙的遇见。我觉得我跟他算是有双向奔赴。一整天约会下来，我是很开心、很放松的，我也有在享受其中的过程。我觉得爱是相互的，那你在找寻他的过程当中，你也收获了快乐。他在吃饭的过程中几度红了眼眶，这是一种偏爱啊！我会为他动容而动容，因为我觉得面对爱的人，你必须是要保留感性和柔软的一面的，不然这个爱很难持久。啊，走吧，走，走，走。